当中，我们两个就是可能就情不自禁的会一直在投入在那个剧情当中，所以不会觉得那么的激情。可是等我回到家看母亲的时候，还好是我一个人在家看，因为我自己看完之后，我这样子，就是有没有这么已经那么锋利逆过头的那一种情绪？自己看的时候会害羞，对。害羞，所以当下也还没有那么入，对，可是自己当下也觉得自己不是亚洲，所以会觉得好有起来就理所当然，真的，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在电视机前面没有看着你们那些之外，就觉得身上都充满了一些粉红色泡泡，是的，是的，对。那除了男女主角之外呢，其实少翔在剧中哦，其实你的角色非常的温暖，好疗愈系哦，常常看到你很温暖、阳光般的笑容，介绍一下剧中的角色吧。好，我在戏里面演的是浩泽嘛，对，浩泽。你问我？对，是我。浩泽就是一个天真浪漫，然后很开朗，然后很执着专一的一个人。其实跟我们的个性有点像，就是会蛮执着的，然后喜欢一个东西就是会一直喜欢下去，然后喜欢。女生其实就是有喜欢对象，也是会一直一直的这样子守护下去。所以我觉得，我觉得这样子的人，其实，虽然我本人没有像浩哲这么厉害啊，就是可以，就是虽然得不到对方，但是还是可以默默守护着他。所以我觉得浩哲真的是一个蛮厉害、蛮伟大的一个，非常疗愈系的角色。看到你的笑容，大家就觉得好温暖的。再来玩还有一个部分呢，其实剧中感觉起来有点像冰山美人，但是呢，其实你的心里是很善良的，有的时候觉得有角色会让他觉得有点心疼，介绍一下。对，刚刚好，我是饰演傲娇刘曼自己的曼妮。那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是，我发现自己演出了之后，反而大家就会有什么傲娇演出，但我觉得非常的贴切，他就是外表是来讲话，讲话不是很。可是他心里是当初没有心机的，他就是默默地守护着他喜欢的浩泽。然后虽然在竞争对手杨静身上，可是他完全不会对人做伤害他的事情。然后对于自己同龄女的哥哥，是完全是一个很任性，然后希望点赞有妈的一个角色。所以他做的任何事情，我觉得是不会让他的心机或者怎样会联系他。对，其实听到大家的介绍，大家会觉得这个角色其实。大家其实会多一份的那样的一个感觉。